我们现在来做的一题是重复排列的问题。那么，我们来看看这个例题：有两个人同住在一间寝室，每天抽签来决定谁是当值日生。那么，六天之中刚好每个人做三天的几率。那么，我们来想六天，六天的话呢，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来，各位同学，请看我们有哪些排法。 一人做三天，也就是说，他这个的话呢是重复的排列，甲甲甲，乙乙乙，或者是中间做一些对调，但是的话呢，它是有顺序的。那么我们的话呢，请问一下，这样子的排法的话呢，有几种排法呢？那么我们来看一下，总共有几种排法？这个的话呢，是一共是总共的话呢，会有六阶乘，根据乘法原理知道。 然后的话呢，这边是甲甲甲的话呢，它是重复的，一乙是重复的，所以总共是有六阶乘除以三阶乘三阶乘总的排法。这是属于什么情况呢？这是六天中恰好每天每人做三天。那么各位同学要继续算下去，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我们要计算的时候要把它消掉，于是上面变成了。 六乘以五乘以四，那这边是三乘以二乘以一，那三二得六，所以的话呢，总共有二十种可能。这是特定的一个事件的种类。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，那么样本空间所有的情况有几种呢？各位同学想想看，这是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、第四天。 第五天、第六天，请问第一天我们有几种选法？有甲或乙可以选，所以是两种。第二天两种，第三天两种，第四天两种，第五天两种。所以的话呢，总共的话呢，一共有二的六次方。所以的话呢，各位同学，本题的几率的话呢，我们要怎么回答呢？ 总共的几率是所有的状况是二的六次方，事件的次数是二十二十种排法，所以答案是这样。那么如果我们把它化简后的话呢，二的六次方是六十四，二十，那我们的话呢消掉会变成了，来看一下四五二十。4, 5, 20, 四一得四，四六二十四，所以的话呢，我们有十六分之五这个答案的几率，所以我们本题的话呢，刚好有做三天的几率是十六分之五。